巴黎时装周期间，前披头士乐队成员保罗·麦卡尼的女儿史特拉·麦卡尼，她的秋冬时装讲究强烈的中性路线，穿着的舒适性也非常重视。而保罗·加里亚诺的秋冬系列则是重视颜色的简约和剪裁的复杂。豪华的卡尼尔歌剧院内群星云集，斯特拉麦卡尼的秋冬时装吸引了众多名流观赏。It's very much about wearing the clothes and emotionally how you feel when you're wearing those clothes. So, 确实，麦卡尼的最新集合再次显示他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相结合的元素，简约、休闲、极为舒适，拉长的裙摆，夸张的大衣。带来了宽松和轻松的惬意，细条纹以独特的方式组合，服装色调以黑、午夜蓝和木炭色为主，搭配有明亮的紫色、茄色和紫水晶色。晚装中体现了传统的英式剪裁，只是翻领被重新定位，夸大了的造型重新塑造了身体的线条。另一场时装秀上，法国设计师约翰·加利亚诺推出了他的同样走简约路线的秋冬时装。加利亚诺说，虽然强调最简单化，但越是简单风格，越要求裁剪的精准。Sometimes people equate minimalism with simplicity, but it was quite rich, I think, the collection in terms of cutting. 整套时装颜色以暗色为主，紫色、蓝色、黑色、灰色。大块的颜色搭配，贴身剪裁的夹克或宽松的外套和或是管状或宽松的裙子、裙裤形成对比。鸭舌帽和波根鞋也给这套秋冬系列增添了舒适和温暖。新唐人记者白兰综合报道。